位读者傍晚好，欢迎收看2018年4月16日光华夜报抢先看。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，高喊关键一战拯救槟城口号，槟国正推展竞选宣言，实践六大方向，涵盖60项承诺，包括取消海底隧道和填海计划等等。国际新闻，韩国世越号客轮沉没近四年，至今仍未查清事故原因，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，不排除客轮可能受到潜艇等船只撞击导致沉没。体育新闻，大马成功拿下第七个金牌，李宗伟打败印度悍将，第三度夺共运男单冠军。与此同时，周美君与许嘉文组合也不负众望夺女双冠军。娱乐新闻，这就是街舞连连出包，近期被抨击刻意黑化小猪罗志祥，将他塑造成出言不逊、欺负他人导致冲突加剧的角色。对此，小猪的工作室与一众粉丝怒求工作组道歉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，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，阅读愉快。